大家好，我是张思瑶。我上次啊，从老师那套路得手消息，是下个星期就要期中考了。爸爸一知道这个消息就，给我买了两大张卷子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呢就是要做这种卷子，它分为简单模式、困难模式和大师模式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挑战一下简单模式，数学和语文各来一张，开始吧。我想是第一次有人在你们面前开张卷子的吧？对，开卷子。哦，看来这个非常的简单。现在小朋友们来跟我一起挑战沉浸式刷卷子吧。我们现在先来做语文卷子。咕噜橡皮笔尺子，开始刷卷子吧。 OK， 第一道题就错了。我给你记个时的哈。好，开始。第一道就不会情绪崩溃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继续。我不会。第二题连线。第三题看拼音写词语。第四题溜足填空。第五题选字填空。第六题铅笔厚笔分类。有把握吗？啊？有没有把握？我没把握。没把握。啊，第一道题我没把握。剩下的有把握？是的，有把握。第九题把句子补充完整。第十题按课文内容填空。第十一题课内阅读填空。差点看错。第十二题看图填空。37分钟。37分钟。现在我爸爸同志给我评分了，我好紧张啊。好紧张啊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卷子是应该有错，100%有错，因为你刚才哭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你就是不确定才会哭，对吧？嗯。那我们把你这个问题找出来，好不好？写反了，肯定是写反了，扣一分，再扣一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道题啊。嗯。就在这个地方，你看，春天来了，到处是鲜花。虽然说可以，但是不是特别完美。你到处是鸟语花香也不行啊。对，到处鸟语花香。小朋友们到公园玩耍，柳树发芽了，对吗？嗯。小草更绿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小朋友们很开心。这里面有哪个错误啊？更字不会写，对吧？嗯。但是写拼音也写错了。为什么？更字应该有一个后安，更。更。铅笔分数的通道来了，当当当，98分，哪里出问题啦？这两个写反啦，拼音出问题了，对吧？嗯，是不是忘记了？对，那这个，嗯，还有这个地方出问题了。那我们从这张卷子，我们能观察出你哪里有问题，拼音有问题，对吧？我们找出问题了，要干嘛？改正。对，解决问题。字母表默写找问题，这不会先跳过，先写小写也行。找出问题存在了，我不会。对，这个跟特忘记了，大写跟特抄十遍。啊，抄一张，写了一张。我发现了我的薄弱点，就是这个拼音。马上就要期中考了，小伙伴们也要加油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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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